小动作，来到禁区做抛投，双手护框，37岁的强森，你敢信？为锋线的调整还不是非常到位，对，而且感觉起来铁米球一直没有办法拿好哦，队友给了他几次，他都没有来喽，这是一个单。交给博智，想要给一个小球，但是传球路径被断掉了。Singletary 高调跟安地下，又是一次空中补给得分。嗯。来到了勇士队，是。哇，这是一个隔山打牛的火锅。最后一个比较靠近篮筐，反而不是先出手，这非常成功。侵略性的防守，但是这一次赌错了。嗯。上去那个对抗性比较不那么够。对。那刚刚这种呢，用切入的方式，或者说跟团队配合走位的方式，会得分比较轻松。传球意识到了，周桂宇往回交给有身高优势的强森，两分轻松了。田敏抢攻到篮底下受到包夹，勉强出，出现失误了，前场快攻的机会，三打一交给他，没错，这直接篮筐快被他。能够挡住他，没错，没错。那现在在职业的比赛，很多洋将就不是这样子。哇，这一个中距离相当致命啊！果然做给吕振儒，哇，结果这一球被盖掉了。对。